现在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的办事。香港的立法会昨昏是无人反对全票三读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面定叛乱叛国，上当会当关一世人。也对民众甲媒体影响上大的是煽动意图，也佮违法摕着国家机密遮侪名。即马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是表示危险嘛，正烦恼，因为部分的条文定义是掠真宽，无清无楚，无符合国际人权。不择高的人出席，不择高被赞成。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全数支持三读通过，相关条例自今后将会加香港国安法最年长者港府处理国安罪行的法定。今日是香港的历史时刻，是香港等待了二十六年八个月零十九日的历史时刻。这个法通过了，甚至引起外国对香港提悬旅游警示。立法会未担心，认为这是做应该做的代志。Whatever comes, it comes. We don't mind. 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对香港立法会高速审议通过表示遗憾，对这个法真侪条款无符合国际人权法表示严重关心。The broadly defined and vague provisions in the bill could lead to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conducts protected.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the right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任何叛国、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等行为。目前刑期上当的是叛乱、叛国加煽动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违反的一当处终身监禁。对一般人、旅客或者是媒体影响较大的是煽动意图。非法涉事国家机密定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